乌克兰公布的俄军1月13日损失情况，以下数据无法确认，请自己判断。士兵740人，总计114,130，装甲车8辆，总计6,167辆，卡车7辆，总计4,833辆，坦克4辆，总计3,098辆，火炮4门，总计2,086门，无人机0，总计1,865。火箭发射车零，总计437；固定翼飞机一架，总计286；直升机零架，总计276架；巡航导弹零，总计723；防空系统零，总计218；特种车辆零，总计184；舰船零艘，总计17艘。